今天是万圣节，然后呢，然后有点无聊，所以我就早上化了一个妆。Hello， 万圣节快乐！然后今天的安排呢，就是晚上去吃饭，然后晚上喝彩，然后再熬夜，然后看完晚上的直播，然后就是表演婚礼。所以现在先来画一个妆，开始吧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吃火锅。誰かいませんか？トリコートリート。